喂喂喂喂喂，娘娘，等等啊！哎呦，君上下了命令打坐静心，您不能抗命啊，娘娘！哎，连真啊！连真啊！注意呀！哎呀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哎呦，等等啊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醒屁呀！赶紧追呀！哎，我去！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？我怎么老是遇到你啊？缘来缘去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说话总是这样神神叨叨的。哎，上钩了，上钩了。哎，遇事要不悲不喜，平常心对待。等你说完你啊，你看吧，期望的多了，得到的就少了。你知道我要来？娘娘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们找了半晌都没找到您，您怎么能把君上一个人扔那儿呢？这万一要是君上怪罪你，我钓鱼去了。啊，你看，你拿去好好准备一下，我今天晚上要一展我的拿手好菜。哇，娘娘，您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啊！不要迷恋我。